这把2000给我。他拿玩笑，这把2000。这个板是这个卓位2000。这卓位也不是2000的，你开啥玩笑？你最近出差出个人回来是掉了，是不是？这窗口小啊，2000不很正常吗？刚刚88没中水，挂到列上了，你好好看一下。那多少钱嘛？就要这一个，多少钱给我？我今天我不要一个，不砍价，不砍价，20000。20000，你后边给我加个零啊，20000。那你好好说嘛，加个2000。好不好，这小裙子？哎呀，给粉丝找一个，宠粉丝一个嘛。好，你这么多座位还差这一个了，你这都压三个来赚回来了吧？来吧，就一个，13800。3800我都没那预算。13800，粉丝没有那预算。你说我天津回来第一个就看见你，这卖了吧？这个我跟你说，黄金圈口，满圈带刺。龙哥让一个哦，到时候粉丝，到时候粉丝大爷拿来吧，你2000吧。粉丝到时候给你寄动产啊！哇，姐妹们，今天可让我薅着大羊毛了，给你们看看这个板有多绝！看，满天的湖水绿，颜色是不是非常的均匀？我选的这个座位是不是非常的好看？起货要哇塞了，最主要圈口也合适。走，现在就拍呀，让你们看看起货有多么的惊艳。冰润通透，满圈颜色一致，绿的恬静不张扬。